来，要锻炼身体哦，锻炼手臂力量。脖子很久。对，捏很久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，不行，我的手好痛。对，因为你再来一次，你请妈妈帮你抱上去一下。你还要吗？还要，送一下。你看一下这个。好，等一下来，哎，姐姐开始了。看一下姐姐可以撑多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哇，姐姐撑了七秒钟，很棒哦，七秒钟，怎么了，弟弟？你又怎么了？我跟妈妈讲了。还你一个。哦，妈还给你的。好，你弟弟要不要吊单杠？好，去吊单杠吧。换你的，每个人都要锻炼身体哦。啊？加油！这个是紫薇花的看板。不能单手，要双手。这个是虫卵。不是，那是花的那个叶子吧？花的叶子。弟弟不吊单杠了。